您的药。嗯。口服液22，99片39，酵素78，打完95只，一共是。报告老师，这题我会，一共是132块0.5分。下一题，你的衣服脏了，叫服务生来取，需要5分钟；洗衣需要30分钟，烘干需要10分钟。你现在最快穿上这件衣服需要多长时间？一共需要50分钟，因为送过来的时候还需要5分钟。非常好。那么，现在我们开始点名。文熙。可是，你报名的时候名字明明是温好。温好是我的孪生姐姐。老师，我答对了数学题，有什么奖励吗？你想要什么奖励？我想要徐哲清不再出现在我面前。你很讨厌他，我很害怕他认出我来，但实际上，不要想他靠近我。文熙，现在角色扮演结束，因为接下来的场景。算了，不要让他消失了。虽然他可能会识破我，但我不想和他失恋了。